眼前这个冥河战士就是我今天唯一的希望了，到底该怎么跟他讲呢？唉，别看我平时跟你们讨赞很那个，遇到真人我还是有点社恐在身上的。嗯啊，对，你们没有看错，为了掩饰我的社恐，缓解局面的尴尬，我提前准备好了一份话术。啊，那个，现在看这个话好像更尴尬了。想不到吧，视频里社恐的我现实中居然是个憨憨。面对这三个问号，我当时属实是想重开一把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人来都来了，更何况这已经是我开的不知道第几把了。今天是嗨翻度假岛第几单来着？反正就是挑战使用队友给的物资去捡。小白人虽然没有直接答应我，但是他已经跟我一起跳了。我小三身清清白白做人，轻轻松松撩汉。呸，就是会凭借自己的虔诚打动这位队友。兄弟，你来呀，我找到很多物资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那个 Scar、猛男、耳机夹，你都要不要用啊？不理我吗？我真的是主播哎！至于我心神迷谁，既然 ID 没见过，那说了也不认识。哎，这还会加剧我的尴尬。妈妈，救救我！我这里有物资，这里有物资。哦，游戏游戏，你想用哪个呀？我用啥都行，你先挑。爱就是用我常伴着你。M 四，你可太懂了，兄弟，活菩萨呀！三级甲都给，这兄弟能出呀？我还以为加入丐帮的第一课要凉，没想到度假岛还是有活佛的，真不错呀！感谢这位 ID 为赵白给的兄弟，有俺老三在，一定不会让你白给的。我还指望你给我施舍一点装备呢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玩笑归玩笑，总得给兄弟一点提示不是？这很正常。话是这么讲，我的体面还是要维持的，其实心已经碎成了渣渣，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位兄弟的，在不感兴趣的情况下依然对我伸出了援手，帮助我完成任务，让我感受到了丐帮的温暖。不是，家人，谢谢你的药，捶背的动作也可以停一停了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可以讲，也可以打字。你们说这个要求过分吗？哈，那当然不过分啦！你们说我该叫哥哥吗？哈，我怎么可能叫别人哥哥呢？如你们所见，在打败了敌人之后，我俩进行了一些做作的庆祝活动。嘿嘿，兄弟，诱饵战术玩得不错，敌人已经上钩了。要饭吃鸡，挑战成功，感谢这位队友，我是三生，下期再见了。